今天穿的真好看。谢谢。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有事要找你。什么事啊？您这幅画我们投资人特别喜欢，您来主笔给我们做设计吧。这不是我画的。那这怎么回事啊？算了吧，还是不勉强了。毛总，那高总那儿怎么办？不知道，先吃饭吧。毛总，有些匆忙，但我还是想让您先看看这个。这都是你设计的？嗯，我知道这些画还有些欠缺，但是您觉得我再改改能不能作为备选？我觉得可以，试试看吧。那太好了，谢谢毛总。那画是我画，我能画。你好，我是28岁的你。你听着啊，之前闯的祸我都不跟你计较了，但你必须要帮我解决一个问题。你现在马上回到毛亮的饭桌上给他画画，证明我们的实力。说吧，画什么呀？照这个画就行了。他叫妍妍啊，他找我了。我先走了啊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
你不是说很久没看到整个城市了吗？这是我给你的惊喜。谢谢。我希望一直这样看着你。这也是惊喜吗？快下来啊！别轻伤，你有什么难处说出来，政府会帮着你协商解决的啊！我从没被警察抓过，很严重吗？会不会判刑啊？不会的。几天也受不了啊，这门怎么锁上了？年轻人，说翻脸就翻脸啊！你对我干了什么？杨夏，又有人来领你了。你不是说你没来过这里？你离我远点。行了，你在这儿签个字就行了，回去好好说，别动气。那爬那么高干什么？兄弟，看好你这女朋友啊！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以后不要做了。我知道现在对你说这个不公平，但投资人希望你来给我们做设计，所以无论这个画是不是你画的，只要你有兴趣，就可以重新拿起画笔。青蛙，这明明是芭蕾舞者啊！啊，芭蕾舞者，这是猫头鹰，这也太抽象了吧！这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太空人，这是天使，啊，这是天，这是，还我还我！梁夏，你别生气啊，我看你这画，比看相还难呢。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
我都已经答应毛亮要给他设计了，这是我跟他复合的唯一机会了。你想干嘛？就你这招，管用吗？当然了，在未吃完巧克力之后，就照我说的做，对他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让他给我画画，不靠谱。诱敌画画 Plan A，《哈利波特之摄魂咒》，你就跟他说邓布利多遇害 ，Snape 也没了。要想知道哈利的命运如何，必须给我画画，不靠谱。诱敌画画加强版 Plan B， 陪你去看流星雨，道明寺一出，必杀；花泽类一出，绝杀。而这四个人的唇印签名海报一出，直接舔屏秒杀。你就不要问我他为什么要跪着画画了。那他万一就是不画呢？直接摁地上爆，靠谱。放开我！就你这钱就扔一米的，你还绑我呢？你就画一个怎么了？我求你了还不行吗？让我画画也行啊。那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我是怎么穿越来的？第二，我是怎么又回去的？你如实回答，我就放了你啊。你要是敢骗我，你就在这给我饿着。哼，不就五个小时吗？我也不是受不了。什么五个小时啊？我可以知道你的死穴都。哎，哎，我没有什么死穴啊，要干什么？哎，别跟我讲啊！我给你急了，我驾好，咬你了啊！服了，服了还不行吗？哎，巧克力魔法，巧克力吃了就变身，要三五小时。那其他魔法巧克力在哪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你弄死我吧！那你家有巧克力吗？要不你也来一块儿，咱俩一起回到十七岁呗。不了，我现在过得挺好的，不想回到十七岁。巧克力五小时，我和妍妍可以再去看夜景，两颗就是十小时，我和他可以去郊游，三颗十五小时，郊游回来可以吃顿饭。请按二，您已成为我们欢欣鼓舞笑逐颜开。亲爱的大两侠，能来到你的世界我很开心，你放心吧，不就是画个画吗？但这次时间不太够，希望你下次多吃点巧克力，期待我的再一次到来。耶，忘了提醒你，待会打球的时候一定要输得漂亮。我球技还是不错的，不会给你丢人的。咱们丢不丢人不重要，高总不丢人才重要。所以呢，
要输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打球了啊啊！行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再来再来再来。梁夏，我犯了个错误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什么事儿？说。你不是给了我一块巧克力吗？我呢就把它装在那个金龟壳里面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被十七岁的你给抢走了。什么？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都不知道十七岁的你有多鸡贼。哎，你说你十七岁那会儿怎么那么鸡贼呀？不过我猜这巧克力你现在应该也没吃呢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帮你把这巧克力给抢回来的。四眼白，你这个大叛徒！梁夏这画画的好，球大的差点意思。你说谁差点意思啊？单挑啊！好啊！你行啊！来来来，再来一个！来来来！高总，没事吧？高总，您没事吧？实在抱歉。您没摔着吧？没伤着吧？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人呢？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呀？接你的那个帅哥是谁？啊，你别提他了。哎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去你不能突然跑掉的地方。那天删的，现在还疼。嗯。你不是叫我离你远一点吗？啊？不行。怎么了？你在想别人？我没有。第一次。
我出去一下。你不是要我帮你画画吗？行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，你去帮我亲他一下，就一下，我保证以后不再捣乱。姐姐，你长头发我也喜欢。这里好美啊，一直想要过来看看，但一直都没机会。我觉得你更美。你除了会哄女孩开心，你还会干嘛？你怎么把我想那么俗？我也有自己的追求。你有什么追求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呗。十年之后你就不会这么想了？这跟时间没有关系吧？除非是你自己放弃了。譬如，我现在就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把衣服穿上，送我回去吧。姐姐，你耍我！上次的巧克力下毒事件以后绝不能再发生。我们约法三章：第一，15天内完成高总要求的所有设计。第二，虽然多余的时间我准许你自由安排，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尺度。第三，不要让毛亮知道你不是我。作为回报，我也不会让嫣嫣知道我不是你。喂，你干嘛呢？在忙。妍妍，上次帐篷的事儿。其实我有很多事情都想跟你一起做。咱们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呢，对吧？我刚好出去工作几天，要不一起呗？我去不了。那就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哎呦，又让姐姐给耍了吧？她就是想跟你玩一个游戏，你陪她玩了，忙你的去。你的画，我撤了。你怎么这一身打扮？等一下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没空，我出去玩。去哪玩？哎，你不是最害怕这个？谁说的？你有这么了解我吗？
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客户啊。小夏，小夏，小夏，给你安排了跟妍妍见面哦，好好享受你的时光。变态辣鸡群挑战赛现在开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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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人就不见，人家不会早就走了吧？怎么着？走吗？是啊，走不走啊？对啊，要不走吧？嘿，别想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就走，别想了，走，走，走了，走了。鞋呢？扔了？什么破玩意儿？走路还崴脚？你把我新老板球鞋交出来，捐了。你再乱吃零食，我跟你没完啊！哎呦，体重数字有没有很惊人呢？哎呀，你要怎么样才能不捣乱啊？很简单啊，多吃几块巧克力。我要和妍妍出去玩。你那个妍妍有什么好啊？难生难气。你喜欢男人好，装腔作势。有兴趣自己创业吗？如果有兴趣，随时联系我。没想到有小梁夏这么一折腾，你反倒走向了人生的巅峰了。为你高兴，来，姐妹庆祝一下。嗯。毛亮，一会儿新的设计样图，记得准时交给高总。好的，没想到杨夏姐画面发的这么好。她现在是画的不错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坚持下去。那您还会跟她在一起吗？对不起，不敢问您的私事。没事，有很多事情很难再继续下去，所以我也很难再回头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快快快！六六，哎，洗耳白，别闹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想问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。你要跟我在一起多久啊？一年？一年？一年不够。一年不够？十年还是不够？十年还不行？那十年以后呢？
十年以后你怎么结婚了？到时候我是大企业家，是大画家，怎么生好多好多孩子？你别说。点呗，我怎么了？西装男，我告诉你，什么一年不够，五年不够的，11年前的我回来了，我丢失的东西我会找回来的。你忘了的东西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什么样儿？所有画面里，我最喜欢你。你看好了，应该这么画。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。当万籁寂静，夜色微明，当暴雨过去。天色放晴，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。勇敢做回我自己，去活出意义。再滚烫的回忆，也不过是回忆。夏姐，拜拜。妍妍，你在哪儿啊？我要赶画稿出不去嘛，你一定要来看我的画展啊！你怎么不回我电话呀？爸，宝宝不烦你了。那你忙完联系我好吗？这些画都是为你画的，你一定要来啊！不回我电话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求你了。
姐妹，你快看看这个。昨夜天空出现狮子座流星雨，可是其中的一枚陨石在这浪漫奇妙的时刻也造成了不小的灾难。下面请看现场报道。这枚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，击中了一家叫做欢欣鼓舞、笑逐颜开、心情愉悦、永远年轻的巧克力工厂。整间工厂被砸毁，里面的巧克力制造设备、原料以及寄存多年的巧克力全部化为了漂亮的烟花。先生，我们在直播呢。我的工厂怎么了？我的欢欣鼓舞、笑逐颜开、心情愉悦、永远年轻魔法巧克力哪儿去了？怎么办？就剩时刻了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，他应该分享这份喜悦。28岁的梁夏，你好啊！谢谢你所做的一切。我今天又穿球鞋了。你知道我不喜欢穿的这么隆重吗？对不起啊。我知道你对我不满意。其实我对你也并没有那么满意。但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要一起成长，对吧？无论如何，28岁，谢谢你让我感受此时此刻，谢谢你让我闪光。28岁，其实我还未成年呢。和来宾朋友们的惊喜环节，有请梁夏小姐现场作画。大家都想一睹你现场的风采。画什么呀？随便，画什么都可以。不好意思啊，稍等我一下。平常拦住我这回可真的要自己画了。
我想跟你聊聊。我承认，也许是因为朝夕相处了十年，我慢慢的忽视了你的好。之前的一切都是我不够珍惜，不在乎你的感受，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你幸福快乐。你不用跟我道歉的。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你的问题，我只是不想再站在你的身后，等待你转身了。谢谢你啊。我是28岁的你，你听着啊，之前闯的祸我都不跟你计较了，但你必须要帮我解决一个问题，你现在马上回到毛亮的饭桌上给他画画，证明我们的实力。你不是要我给你画画吗？行啊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，你去帮我亲他一下，就一下，我保证以后不再捣乱。我知道你对我不满意，其实我对你也并没有那么满意啊，但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要一起成长，对吧？怎么办？就剩时刻了。小狼夏，谢谢你给我带来的一切。多留点时间给自己吧，希望你快乐。知道我有多在乎你吗？我去帮别人画画就是为了多点时间陪你，我想方设法跟你见面，你却找别的女人啊。我想要的你给不了我，我为什么不可以找别人？走啊！好了，拜拜。什么情况？打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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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梁夏在一起。我想问你怎么时候跟梁夏在一起？给我一个巧克力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让他别再把时间浪费在妍妍的身上了。你让小梁夏自己看看吧。我想要的你给不了我，我为什么不可以找别人？所以呢？所以，你就别把心思放在妍妍身上呗。我就是喜欢他，这是我的生活。你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们也是为了保护你。我不用你们保护我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跟妍妍根本就不会变成这样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跟我在一起了，你觉得你想要的我给不了你是吗？我能给你，我现在就给你，我现在就给你，我都给你，我都给你。我早上就走，别闹了行不行？你不要走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有完没完啊？够了。他想去哪儿，我就能陪他去哪儿。你能吗？小梁夏，别翻了，巧克力在哪儿？哎呀，你别翻！我要去超市去，我要和圆圆走。小梁夏。不能吃，这是最后几个了，吃完就没了。妍妍，我可以再跟你一起去爬高楼，一起去骑摩托车，再一起去露营，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去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。好吗？就一天。
梁夏，你在哪儿啊？小梁夏，小梁夏，你在哪儿啊？走，跟我回去。病人是严重的食物中毒。咱们回去。你的世界里没人在乎我。那你在乎你自己吗？你忘了吗？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在情感当中迷失自己的？是你改变了我。先做一毫升。再也不会分开了。回去吧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小狼虾，我很羡慕你的单纯无畏，你知道吗？你把这些丢失的美好又重新带给了我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我觉得很值得。梁夏，我为咱们骄傲。再见。
叫毛亮的男子，为了弥补曾经犯下的错误，兑现自己的诺言，挽回爱人，当街发起爱的裸跑。该男子高举牌子，上面写着爱人的名字，模样诚恳。到目前为止，该男子的爱人并未出现，我们祝他好运。天哪！杨夏，杨夏，那边，杨夏。梁夏，我想你。梁夏，我爱你。真的不再考虑考虑这个男人
总是身不由己，感谢生命里常常遇见你。你是物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，当万籁寂寂，夜色微明，当暴雨过去，天色放晴，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，勇敢做回我自己，去活出意义。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，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，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，我就是我自己。喜欢你，你是我在时光里安插的蝶影，当光影走近，光影离去，当他们走近，终身会想起。